规方针，对，类似，对。专门做它，对。在正下，在放装备，坐在实况组的位置。当时专业是吗？一直有时的这个系列，它就是主打效果。那隔壁赛的话是一流十吧，会比较大一点。那旁边这台比较特别一点点。旁边这一台的话，它是 Triton 系列。那 Triton 它是主打，它一样有电竞，它一样可以打电动，效果好。那它用激活反效。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把键盘移到下面，它的 Touchpad 在这边。因为一般的电竞玩家，你不可能用触控板去玩游戏，因为外接滑鼠，它这样子方便很使用，但也不会被触控板干扰。因为有些低点的触控板是没办法关闭，那你就可能会被火呛到。对，太完蛋了。300，这台已经发表，但是还没有开始贩售，所以价钱你还不知道，还不确定。